帅哥，你选择哪一个？一米七八的，因为个子高比颜值更重要一点。因为我喜欢个子高一点的呀，我觉得一米六八的太低了。一米六八的帅哥，因为还是得长得好一点吧。那你觉得有没有心里有没有一个颜值的标准？王俊凯，高高的，然后也挺有才华的吧，然后长得也比较符合我的类型。帅哥吧，因为比较看重脸吧。一米七八的吧，应该是，因为太矮了，男生哎呀，有没有安全感了那种感觉。那你觉得多高的男生算高呢？一米七五以上吧，最起码一米七五以上吧。一米六八的帅哥吧，因为我觉得是颜值即正义。就是身高和颜值来说，哪个对你更加重要？都挺重要，但是如果硬要选的话，还是颜值吧。肯定是选帅哥，身高不重要，长得好看才重要。觉得什么样的男生是长得好看的一个标准？白白净净吧，然后说话也比较干净，最好是寸头。我觉得男生要是寸头的好看的话，就人都长得还是挺好看的。